今天我们要和苹果见面。她之前这段时间一直在她男朋友那儿，然后她男朋友是在田纳西，距离我们这儿开车大概就有3个小时吧，所以这周他们就准备来亚特兰大和我们一起玩。这会儿他们路上堵了一些，所以这会儿已经1点多了，我们准备接了他们之后去吃一个就我上次吃过的那个 Momonoki， 然后下午去一趟海洋馆。我之前一直没有去过海洋馆，所以其实这也是第一次。因为苹果的男朋友是国际友人嘛，所以感觉今天一天都要说英文，压力还有点大。这会儿刚买车停好，然后吃饭。Behind the scene. It's not the parking spot. It's like the meat. Yeah, take one. How many? 1 second. He's doing his job. Yeah. He's so responsible. What are you doing? Your better Instagram boyfriend. Yeah. No, because he's husband. He's not boyfriend. Instagram hobby.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亚特兰大的水族馆，上次还是在大连的老虎滩。我们应该怎么玩呢？刚才有看到企鹅，还有什么，还有那种鲸 ，puffin， 还有 puffin。Yeah, but when you product line is not that good. Your turn.我爸说：“你咋天天吃韩国烤肉？”我说：“每次跟你视频的时候都在吃。”我爸说：“是啊，每次跟我视频都在吃。”你说娶了个韩国媳妇儿。我好，我们利用出门的一点小时间给大家录一个最近的口红，因为我其实拍 vlog 时候有很多人一直在问我说你口红是什么颜色怎么的，但是我最近平常用的其实就那么几个颜色。别人没有弄头发好乱。所以就想说借这个机会，正好苹果也在嘛，然后就让大家看看我有什么喜欢的颜色，然后他有什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们还可以互相点评。而且很明显看肤色，我们两个就不同的肤色，但我们两个用的粉底也差不多是一样的。你的 Honey 是什么色？ Honey 是 OCB 还是什么？那人我说是白衣、OC, 对，我是 BEC， 我是黄耳。黄衣黄耳。好，那现在我嘴上涂的这一个是 Hourglass 的这个什么 Night 那个颜色。哇，这个我在 Sephora 试过好多次，但是都没有买。然后这个口红就特别滋润，然后它是有一点偏什么的，就是那种铁锈红吧，就挺好看。然后我涂口红比较喜欢就是涂一层之后。给它拿纸巾抿掉，然后嘴就这样子给它抿进去，这样的话其实一整天我都不怎么涂口红，所以它也不会怎么掉。你呢？但我们数量不对了。对，我就是今天拿4支，他拿了3支。我只有3支，因为我过来旅游，然后我带了3支。我现在嘴上这个其实什么都有点，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等一下还要擦掉重新上，所以就是我底呢是涂了一点点这个 MAC 的这一个。我就先分开说吧，反正就是MAC， 那不要，那先说这个吧，因为应该主色是这一个，这个是我新买的一个 Physicians Formula 的，就开价的，我是看简小珍推荐的，它是那种哑光的唇釉，但是呢，它是那种有点像是 Armani， 就是 Velvet 的那种质地，你可以就是试一下，就是再说，就是那种就是
丝的那种感觉。对焦了吗？我看不到那个。对焦了。就是那种慕斯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哎还蛮好用的，就是挺舒服的。但它哑光唇釉里面它就算是舒服类型吧，就不太干，但是所以就不是很持久。然后颜色就是也是这种，我觉得跟你刚才说的那个有点像，但是就比它再深一点点，再棕一点点，就多一点点棕的颜色在里面。那所以这个容易掉吗？还蛮容易掉的，蛮容易掉的。对，就而且没有染色效果，没有染色，但是就还蛮舒服，就是不像一般的哑光唇釉，就是。很干啊，它就不会，它有点类似于阿玛尼那个质地，我觉得。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买了一个专柜的产品和一个开价产品，如果他们俩是差不多的话，那你是会持之以恒的去用这个开价，还是说，我还是用专柜吧？然后或者因为就其实我说的差不多，就主要基本上是质地，就不是颜色，因为一般可能不太会买很相近的颜色，而且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就说哎，其实开价也做得很好，专柜那就不用买了。其实也不是，就是专柜它你说它贵嘛，除了包装很好看，使用感非常愉悦之外，其实还有就是他们的颜色其实会有一些是开价怎么都找不到替代品的，就好像那个很出名的4050有没有那个烂番茄那个颜色那个阿玛尼吗？对对对，我好像有一号没有。那个就是你真的没有可能找到替代品，就真的很特别那个颜色，你一堆试色在手臂上，一看就能看出那种刺鼻，就特别特别的。对，像我就是那种，就是如果我买了开价和专柜，然后因为我的口红其实都差不多的颜色，然后我到最后总是会用专柜的东西，对对，然后开价有可能用几次之后就扔到那儿，然后有时候到是一种浪费。主要是专柜它就是那种使用感很愉悦，开价就是比较适合给那种就是很喜欢玩彩妆的，然后你就可以比较少的价钱可以有很多个选择，对，你就可以很开心每天有不一样的东西那样子。对，好，那我正好就是你是三支嘛，然后这个算是一个混合，然后我这是第一支，然后我们现在去试第二支吧。那这个颜色是我现在想拿这个，我的颜色是娇兰的M331 Chili Red， 然后它对我来说就会是我所有口红里面相对来说颜色较浅的一个颜色，然后有一点稀釉红。这个口红滋润度我觉得挺好，然后因为它画的时候也会就是特别容易这样子去画在嘴上，它不会说你越画越深，到最后就成为一个就是像那种姨妈色啊什么的，一直涂其实还是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可以评价一下，就是这个颜色我觉得可能白皮类的涂就特别好看，因为它很提气色，就它是那种樱桃红色，我觉得像樱桃系，就会比樱桃那种稍微浅，因为稀釉感觉好像它就没有稀釉那么橘，就比较红这样子。黄皮应该也行吧，但是我就可能大家等一下可以看那个我的色系就可能比较暗一点，因为我觉得黄皮的话就是涂稍微暗一点的话会没那么显黄，但白皮的话涂这种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白，挺好看的。而且这个系列我觉得就蛮滋润的，是我每次给我妈买口红我就买这个，是因为她喜欢滋润的口红那样子。但是而且说这个滋润又不像说有一些特别滋润的口红它又特别容易掉啊什么的，对，它不是那种油的，对，像有些口红它就感觉是浮在嘴上，但是这个的话就感觉还挺浮的。然后我现在我觉得看起来其实没有差别，就是我现在涂的是这个兰蔻的这个274，就现在很火那个奶茶色，它就是有点像是唇彩，就是唇没事的，就是像唇彩那种质地，就它是那种啫，对的，它是那种啫喱状的，然后我还蛮喜欢那个颜色，就刚涂在手上的时候会觉得它会不会不显气色，但其实它涂上嘴没有特别显色，然后如果你是深唇色的话它基本上就是比你嘴唇就是多一点点颜色，然后又有点像果冻唇就亮亮的那种感觉，但又它又不是那种唇油或者是唇彩真的是哇 high shine 就超级亮超级玻璃唇，它又没有那种感觉，然后而且它其实不算特别黏，但它会有一定的存在感，所以就是蛮持久的。我当时参加我朋友婚礼嘛，就我还帮他化妆，然后就参加各种什么 reception 啊，然后还喝东西，然后吃了一点东西，然后晚上拍照，我觉得我肯定没有口红了，但是口红竟然还在，就是一个这种质地的，我觉得
还挺持久的。我觉得涂蜡你可能是属于就是因为你平常也会画眼妆啊什么的，然后如果你再涂一个像我这样特别红的口红，就感觉整个妆面就会太过，但是你这个涂上之后就会又有气色，但是又不会说整个把你这个妆面的亮点给抢过去。然后裴老板说的好，我觉得特别适合上班的那种类型，对对对对对，就是其实这个颜色我觉得眼妆涂的比较浓，它可以比较和谐一点，就不会抢，但是日常就是涂比较淡的，就可以整个妆面又比较淡，然后其实也还蛮适合的，我觉得。对，就是还挺显气质，但是又不是很过的那种感觉，而且它会稍微有一点点亮度，就会让别人觉得你的嘴稍微有点红，然后很滋润的感觉。裴老板说的好。好，下一支，下面这一支其实是我的，然后我们俩共同用了一下，它是 MAC 的这个叫什么 Fire Roasted， 对，就是就是这个系列，然后这个是我当时试的，就是我也没有看到谁有推荐什么的，我就去 MAC 无意间试了一下，然后这个颜色，哎，我觉得我全部都是这种颜色，没有，其实差别挺大的，我觉得你的口红是吗？这三个都不一样，那。先描述一下质地吧，就是有一点，涂的时候特别顺滑，它不像 MAC 其他的那种经典线特别干啊什么的。然后这个涂下来一天，我觉得颜色也不太会掉，然后嘴皮也不会发干，然后它就会有点偏棕色，棕色调的红色，有一点点，对。然后好，直接看颜色吧。然后它。苹果等于是有薄涂一点，我是比它稍微薄一点，因为我是就是用手指晕开，然后再点一点，然后加深一下。但是我唇色比较深，所以看起来应该也不浅，而且这个光感觉就我在这边特别暗，可能也可能是我比较黑。你往过来点试，感觉然后稍微这边会白亮一点点，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效果，就是在黄皮上面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就是如果大家觉得 MAC 的那个子弹头干的话，就这个肯定不干，而且它显色度真的很好，就是 lip in 什么 intensity， 就那个颜色非常非常饱和，点一点点就非常饱和。所以 lip intensity 是什么意思？没有，它这个系列 就大家认这个嘛，它 MAC 之前是子弹头嘛，它这个就前面有那个颜色，然后后面是这个就是 lip intensity 的那个系列。然后它的着色度很强，然后又很滋润。这个等于是它新出的一个系列，也不算新，但是比较新，好像也出了几年了吧？几年了？对，但是还也就是算是对于 MAC 来说稍微新一点点的系列了。对，因为子弹头就是很传统那样子，它就很多人就抱怨它的那个哑光很干嘛，就是对什么 chili 啊，就是哑光的质地，但这个就很滋润。对，你看它嘴上就是还会有一点点的光泽度那样子，但蛮舒服的。我刚刚其实嘴已经有点干了，但涂它也还蛮舒服的。推荐好，我回去就买。你往前点，让我们俩。但显得牙还蛮白的。血盆大口。好，下一支。那最后这一支是 MAC 的 Marrakesh， 我们俩一模一样的一个颜色。然后你是谁种草？ Amanda， 我也是 Amanda。 我觉得 Amanda 在拍就是这种就是怎么讲，就比如她买一双鞋，对，或一件衣服和口红就在一对一起，照片就非常好看。然后这个我那天去的时候我试了一下，就特别特别秋冬。如果说刚才的那一只还稍微有点发紫红，或者说对掉的时候有点那种梅子，对梅子，那这个就完全是棕调，棕调比较浓。我就特别喜欢这种色系的口红，而且其实我觉得它淡就是你很轻轻的划拉一下，其实跟 chili 有一点点相当，chili 会比较橘，就是更橘红一点。就如果你就很多人其实看见 chili 很火的时候去买了之后说，哎，其实 chili 也不适合你啊。然后我觉得你就可以试一下这种，它就棕调会比较浓一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特别适合秋冬吧。我觉得，就浓郁很浓。而且其实我有一点想说，就是有什么，你刚刚在边缘。而且其实我有点想说，就是有时候你看有一些妹子涂口红，他们会涂一些特别嫩粉啊，或者说特别紫，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很适合他们。我觉得如果你要真的特别显得有气色什么的，我觉得这种颜色是非常提人的一种，而且挺有
挺有气质的，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唇色比较深，其实每根口红在我嘴上差别不会很大，你看它就还蛮有区别的。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还蛮女强人，就是很有气势那种感觉，对，就不好惹。嗯，裴老板。嗯，对，裴老板。然后他。但是我觉得它这个的质地好像也比 Chili 更滋润一点。哦，滋润一点，对。对，他们那个 matte 质地其实每一根都不太一样，我觉得 Chili 其实的确比较干。嗯 嗯, 嗯，那个还蛮干的。那种就是我到下午就完全会起皮啊什么的。而且有一些口红，你觉不觉得就是，你涂完一天下午，就你白天会吃饭喝水什么，到下午之后，虽然它颜色不会完全掉，但是它会在嘴上变得斑驳。嗯，特别是嘴里面那一圈，对对对，没有，然后外围还有一点点。对对对，然后我用那个 P 什么的，就是上面有个嘴唇的那个，对，那个口红就是完完全会变成斑驳，就有点像吸血鬼吸完血没擦干净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就是，我觉得这种口红、就是，你的是哪个颜色？欧米吗？还是 Flash？ 啊、，Flash。那前两个我都有买，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而且那个系列，你不觉得就是你涂几层之后就特别特别深嘛？就是你涂的时候会很要很小心。那个我基本上就是点一点，然后抹开。而且就是你不能说，就是你要点，你得点均匀，然后再抹开。如果你只点了这，你就是抹不到边缘的地方。我还挺喜欢那个口红，因为颜色就还蛮特别的，就我刚刚说的他们品牌颜色挺特别，但是我有很多朋友买了那个就都不喜欢，因为说太干了，太干，对，那个就是到下午会斑驳。对，但这个的话其实价格有那的四分之一，那38，38，这个十，那就二分之一、嗯，然后就你到下午就是感觉就是要变浅，它就整个是会变浅，不会斑驳。我觉得 MAC 口红的确还是挺好的，就是价格还有选择很多，然后很多当红色号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嗯，好，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个视频，我这会儿就要出发去买咖啡吃饭，买咖啡吃饭，然后他们今天就要离开了，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大家也可以再去关注我们的种草王阿曼达。啊，对对对对，可以关注一下哈。对，就是哎，其实虽然他不是美妆博主，但是他其实有时候发一些美妆内容都还蛮脏草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像皮皮也是嘛，就是你们的裴老板啊、我的裴老板，然后你们的皮皮，然后就是比较平常做时装类，但是美妆类的东西他们可能不会说用很多，但是用很专。然后就会觉得其实也很长草，因为他们就一直用那东西，就不好像我们那样子经常试新的东西，虽然说给别人是有一个 review 参考的作用，但是就其实有时候我也会很怀念自己以前一直喜欢用的那东西，就好像我昨天用裴老板的那个护肤品嘛，我觉得哎天哪，这个以前是我爱用品，这是我爱用品。你有用那个 Natura 那个油吗？那个没有，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用的，我昨天用了一下，但是我就用了一下你那个 Good Jeans 那个精华嘛，Sunday Ready 那个，我以前很喜欢用那个，然后我昨天用一下，我就哇天哪，我一定要回购，就是我以前很喜欢用，但是我已经忘了，因为一直在试新的东西那样子，对，所以就发现其实，哎，不干了，吸引了。好，拜拜。这是我们的咖啡馆。马上就要搬家了，还挺怀念我们的 coffee house。你怀念？你会怀念吗？会。在等了好久之后，终于进来吃了，等了40多分钟吧。好饿。点了一个 avocado toast， 还点了一个 pancake。你点了什么 ？avocado toast。还点其他了吗？点了一杯咖啡，他点了一个 omelette。刘日航，你点什么 ？Shrimp remoulade。What is remoulade？ You know？ I don't know。
地板铺好了。So， 哎，你看这个也漆了，这个是我们自己选的。哦，柜子。啊 ，cabinet， 这个颜色都是我们自己选的。对，就是它有一些模式，然后它会分为三个 level。那你们上面是会铺大理石吗？对，白色的大理石选的是。这个是二月的。对，这个也是我们选的。哦，你们是这样子哦。There's some things to do, but yeah, 这个 walking closet 还蛮大的。哎，这个也。Boring is。这个颜色当时。这个配的好好啊。什么？嗯。然后你看我们的洗澡台就是这种叫三。就不要浴缸。我们没有要浴缸，我们要的是 walking shower， 然后是这个叫 subway， 它这个瓷砖的这个拼法。哦。然后下面是这个灰色。这个颜色配得好，我喜欢这个配色。就我们就想，就是越简单越好。我要参考一下，我要买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这个灯，我们后期自己会换掉它。对。他们这个灯是，就是他们的等于是标配，但是我们不喜欢。就你看，比如说像这个。苹果要走了，我没有了，那我走了。Nice meeting you. 拜拜。Have fun in operate. 下次来是你们老板的豪宅。拜拜，医生。再见。再见。拜拜。一个人。拜拜。谢谢招待。没事，我会再来。应该的。嗯。All right. Just leave. Go. Go.